患有丙肝怎么办？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党双所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丙肝和乙肝的治疗显然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虽然是引起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治疗是完全不一样。丙肝的治疗现在来讲，最早的时候是 PR 治疗，就是长效干扰素加利巴韦林的治疗，在我们国内效果也不错，尤其这几年，就是从2012年以后，尤其是在国内2015年以后，我们现在 DA 药物的分子药物的上市啊，我们根据丙肝的不同的进行，目前有一些非常好的药，像目前最新的药物，我们都知道一个吉利德公司的药物，像丙酮山，包括还有一些索林布韦，就是它吉利德三种药物，其实对丙肝效果都是非常好，一般情况下不超过24周。都可以实现啊98%的治愈率，几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另外一个就是艾伯维公司啊，艾伯维公司的像 GP 方案也是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默沙东公司的泽必达也是很好的药品，还有我们国内的像格力公司的像格诺瑞，像这类药呢都是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像斯瑞宝公司百利泽斯维普，这些药都是丙肝非常有效的药品。所以一旦发现以后，请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疾病的状况，包括它的病毒载量，包括它的基因分型，选择最适合的价格最优的药品啊，应该都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治愈率。